民进党将最近两年的反黑、老台不安等社会认同扮演稍作求职典礼表战地图，引起了社群团体不满。这是包含了台湾农村青年等团体都提到总统府面前抗议，批评蔡英文不正当，将人民抗战的血泪看作是宠幸。民进党在紧急办法决上面为三台两团表战内容。人民抗战不是执政加油啊！刚刚那句，人民抗战，人民抗战。台上很飘忽，表态不满，也是被沙运团体声言，许多当地的彩排，五一党求职典礼发通的总统府条件，抗议民进党在亚创万州民主进步局的表演节目当中，抢来表演团体徛在金碧茶台铺，天空的茶政府，韩国分黑夜的运动的抗议表演，外头摆沙运现场，底下又在过半台架宽度。不过沙运团体批评，抢来一个台步弯，就快几十年命中模特，年纪重点的官司也很多行忙得直率。民进党三老几准做一场行修养的夜戏剧表演。大埔事件里面，张耀凡的老板死了，一个人命这样被牺牲了。我们不知道说当时的抗争竟然可以变成像是就职典礼的表演项目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。就连台北立场一切都卡变转六样的政台高处陈凤敏，媒体面主风发共同动冲。因为民进党变到有条诈骗，根本系信仰，前途唔敌好强。民进党中央仅仅回应，也从表现系希望为永久基地，台湾人民系变到民主，用为奋斗。面对很多批评，每个个调整表演节目，小提沙运相关议题的内容。今天拆大埔，明天拆政府，并不是对国民党说的。今天拆大埔，明天拆政府，是对任何傲慢的执政者说的。对于一些朋友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也听见了，那我们尊重大家的想法。因此，在民主进行曲的这个表演当中，仅保留民主改革的部分。那社运相关的一些意向，我们会参考大家的意见，会做修正。沙运团提供蔡英文对动身过后，对国土所飞燕、韩国台南铁路向东西移的问题，一直不向民国表态。也着为超乱民众五一人许多从来抗议，呼吁蔡英文提供向外重视民主，不是做一场假戏出。事实行下求职台电的副台，就喊他躺耳朵，你们的伤。台下新闻的观众陈硕，台北报道。